会特别鲜甜，我们可以在上面吃到无花果、山椒叶、蜜苹果跟鹌鹑蛋等，还有比较特别的有两种，一种是塔菜，它的叶子呈现卷曲起来的绿色之状，还有一个像是生姜外表的橘玉，口感松软且绵密，在日本号称膳食纤维之王。果台在下面生好，为了过冬会长得特别肥美，这时候吃起来就像喝牛奶一样，又名为海中之。用酥炸的方式搭配下面的紫苏大叶以及海苔包裹起来，上面的酱料是微辣的明太子酱，我们还会用茴香点缀，喜欢用哦。再来是台湾大溪的五鱼，哇，那这个五鱼啊，有用16日的熟成，让它的鱼皮香气更加的丰满。而且我们主厨在准备的时候还用火稍微烤了一下它的鱼皮。再来我们的丝鱼，很多料理日本料理店啊最常用的高级食材之一，而丝鱼啊我们则是用了16日的熟成方式，可以搭配前面的荆棘及一点荆棘汁。再来是章鱼，来自台湾大溪的 Taco， 我们可以搭配下面的这个鸡中藻一起享用哦。我们把它做成萝卜泥等酱汁点缀在上方，堆成一座小山，代表此刻不老的心色。吃完盘中的热食，再吃小黑盒。黑盒内准备的是香菇丝、萝卜丝、竹笋丝，加入了紫苏醋凉拌的哦。就是他刚说什么红凤气，这里面是面线，是黑色一块一块的口感。石斑鱼的鱼头跟鱼骨，还有加入了信州的白味噌下去做熬煮的。那它是99.9%的碳石墨下去一体成型制作的，那具有高保温、高导热跟高锁水的功效。那我们今天是用台梗卷凤米，都是一锅一锅在这个锅子里面煮出来的哦。这个番茄叫做桃太郎番茄，也是主厨特别放进去的一个小元素。对，那在日本的家庭主妇啊，都会把这个番茄放到饭锅里，然后跟白米饭当中一起做烤煮。那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让小朋友更爱吃饭，因为这样白饭比较有味道。谢谢。可以的哦，那我们建议这个冰淇淋要先吃哦。
青色的青铜器，它就是一年四季、一年三季都是能够在冬天会有。